每个人的一生都好像一个巨大的时钟，从出生便开始倒数计时。这时钟上的阴晴四季风云变幻仿佛早已注定，我一个人跌跌撞撞行走在这条时间轨迹上，直到有一天你突然闯进了我的时钟。我曾无数次幻想过我的时钟在哪一刻停止，如果可以，我希望是最爱你的那一刻。周先生，谢谢你帮我们安葬多多，完成了母亲生前最后的心愿，谢谢。哎，石总，董事长走得匆忙，那剩下这董事长的位置，可就非您莫属了，啊。经过董事会再决定啊。啊，大侄女啊，节哀，我哥呢走得太突然，不过你放心，等三叔我接管了公司，三叔有一口饭吃，绝对不饿着。三叔，董事会什么时候定了由您来接管公司？您叫实权，可好像还没有掌握过一天实权呢。在找到我父亲遗嘱和召开董事会之前，董事长的位置暂时空缺，公司由我来代理。你们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，半个小时后，我要在工位上看到你们每一个人。Thank you.
我是石千金，是一个每天严格按照时间计划工作的人。因为从小我爸就教育我，时间值千金。从3岁起，我就开始了严格的时间管理训练。这么多年来，谁也无法改变我预定好的计划，因为对于我来说，每一分甚至每一秒都在创造价值。而今天是我掌管夜景集团的第3天，我需要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。刷牙时间3分钟，每走一步用时0.33秒，选择穿搭用时60秒，返回洗手间和书房、客厅、衣帽间一共363步，如此计算，返回洗手间时时间刚刚好。周千言，一名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普通人，经营着一家宠物丧葬店。小周好，小周。早上好。早啊，千言。自我父亲去世后，我就有一个 bug， 表情管理障碍综合症。简单点来说，就是难过的时候会笑，开心的时候会哭。因为我没有办法正确的表达情绪，所以可想而知，我这家店的生意也并不怎么样。小可怜。7点整是我每天与朱莉准时见面的时间。朱莉，我的闺蜜、助理、管家、心灵导师、情感专家，总之她是唯一能跟上我节奏的人。2个，预计用时3.5小时，午餐时间1小时，下午代办事项6件，会议3个，电话会议1个，预计用时4.5小时。商务晚宴7点前续到现场，路程预计45分钟，最晚18点10分出发赴宴。时间刚好，出发。老板，给我两个这个。哎，老周，怎么样？今天帅不帅？你怎么才出门？迟到了，我迟到了，迟到了，迟到了。老板，这个呢，是我兄弟陆凡，一个非要赖在这儿和我一起住的奶帅小哥哥。一名职业的动物中医，人称小姐姐收割机。刚刚结束上一段认真又扎心的恋爱已经10天了。你慢点啊。又孩子大呀。小家伙，再来的时候要好运。
总好。史总好，史总好。这个方案。史总好。马上到法定假日了，公司还是按照惯例取消放假，三倍工资，有问题吗？如果没问题的话，开始开会。小石总，解决几个案子并不能代表什么，董事长的人选还是要以资历为主。这是我们推举石泉作为公司董事长的联合签名书，如果石泉不能出任下一任董事长，我将带头离开公司。好啊，那你现在就可以离职了。朱莉，带李总去人事办手续。李总请。乱来嘛，这不是开玩笑呢。哎呦，千金呐、啊，李总那是跟着你爸很多年的人了，怎么说离职就离职了？公司少了谁都能照常运转，现在只有能者上位，不讲论资排辈。还有谁想要离职？今天一起。如果我们要给这个肘关节进行理疗之前呢，要确认我们这个主人是在旁边在安抚的情况下，动针之前把左手这个位置看没看到，确认一下穴位，然后再入针，记住啊，很重要的。好，小周，小周，红姐，小周啊，出事儿了！什么？红姐，基地出事儿了！什么事儿？我刚才一打开门呀，那些猫狗躺了一地臭臭呢，好几只都快不行了，是不是有人投毒啊？这可怎么办呢？行，红姐，你先别着急，你先上车，我马上就过来啊！哎，喂，喂，陆凡，赶快去流浪动物救助基地，带好你的急救设备，动物们可能中毒了。什么？中毒？对，我已经上车了，你快点啊！好，我马上来。自己练习啊。石总，对不起，是我的失职，我现在就给保险公司打电话解决这个事儿。别打了，赶时间要紧，快走。喂，喂，请问是石千金小姐吗？哪位？哦，是这样的，我们这里是龙江市血液救助中心，我们现在需要血液救助。那经匹配，您是黄金血液 RH 血型。去医院抽血救人？不好意思，我没时间。老周，快，给药催吐好。石小姐，我知道您的时间很宝贵，但是您的血型对于这个病人来说真的很重要。人各有命，即使有一天我遭遇了意外，我也不需要其他人的帮助，请你不要再打来了。
老周，我先回去善后了。走了，红姐。红姐，比较严重的我跟陆凡带回去处理，你也不用太担心了。应该不是有人投毒，是他们误食了带有消毒液的宠物粮导致的食物中毒。我们已经催吐洗胃了。可苦了这些个毛孩子们了，本来想着他们跟着我还有一口饱饭吃，都怪我，是我害了他们。要这基地啊，也没有多余的资金了。红姐，您不用担心，医药费的事情我来处理，您先照看好基地就可以了。小周啊，红姐，我和这些毛孩子到底是做了多少好事能遇到你呀？你就是他们的救命恩人呀。红姐，你别这么说，都是我应该做的。我跟陆凡先回去了。小周，谢谢你啊。找了，都到这里了，还想回去不成？这是哪儿啊？我刚刚明明……这里是另一个世界，我是你的摆渡人。石千金，你死了。啊！不可能！你开什么玩笑？刚来这里的人一开始都不相信，你的死因是因为过度劳累加车祸。先上车吧，慢慢的你就适应了。放开我！放开！你神经病啊你！你放我走！你现在就是在严重浪费我的时间。你知道等一下我的会议，你要耽误了的话，我会损失多少钱吗？你对金钱和时间这么执念，到头来还不是有钱赚没命花吗？赶紧上车吧，别耽误了发车时间。哎，放开我！走，放开！走！我有钱，我有很多的钱，只要你放开我，我付多少都可以。钱在我这里不管用，上车！不行，我还有很多事情没做完呢，放开我！千金，那再给你30天，如
果找不到解决办法，时间一到，我还是会来带你。是我爸生前留下的。昨晚我做了个噩梦，醒来他就突然出现在我手上，而且还倒着走。不是石总，您这问题我们还真没办法解决。你们这里是不是手表维修店？梦里说我就只剩下不到30天的生命了。医生，您确定我没病？不是石总，您这手上就没有手表。根据你所说的症状来看吧。哎，我借你看一下精神科。挂了个最贵的号，什么也没看出来。怎么样今天？天吗？还行吧。喂，朱莉，帮我预约最贵的体检中心全套的检查。对，还有关于免疫细胞和干细胞的储存，也帮我预约好时间。嗯，越快越好。身体各项机能都还不错，只有一点你需要注意，你血液内血小板含量很低，会造成你的凝血速度比正常人慢很多，因此要注意不要受伤。嗯，好的，谢谢啊。嗯。想什么呢？嘿，想什么呢？这么入神。喏，大小姐，你让我买的我都帮你买好了，全部都是最高金额，什么医疗险、意外险、重疾险，反正该买的我全都给你买了。体检跟细胞储存的时间我都帮你约好了。知道了。你怎么了？是出什么事儿了吗？朱莉，你告诉我，你能看见这块手表吗？嗯，你看。啊？什么手表？你也看不见？它明明就在这儿，为什么你们所有人都看不见？千金，你是不是最近压力太大？所以出现了什么？你别和我说我出现了什么幻觉，我看得到它，我摸得到，我能感受得到，而且我还能听到它指针转动的声音，这不是幻觉，我分得清楚。好好好，我相信你，好吧？天津，我今天晚上要去一个 party，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啊？有很多帅气的小哥哥。你看我什么时候对这种事情感过兴趣？嗯，浪费时间。你最近怎么没和你的小姐姐们出去约会，就这么老是在家跟我吃饭？
因为我离不开你啊。哦，你少来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老朱，都已经十天了，已经十天了，我还没有遇到能让我心动的小姐姐。我感觉我的心好像生锈了，是不是生锈了？不过没关系啊，我相信呢，他很快就会出现的。这方面你不用担心我。倒是你啊，老周，你也该谈谈恋爱了吧？你再这样下去，你就真成和尚了。因为我是你啊，荷尔蒙分泌过剩。我啊，只是还没有碰到合适的而已。我的要求啊，很高的。千金，你真的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。你需要谈一段甜甜的恋爱。我不需要。爱情不过就是荷尔蒙和多巴胺的分泌，根本就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夸张，而且我也不需要这种激素刺激给我带来的快感。才不是，爱情是从心动的感觉开始，你可以为对方付出一切，甚至生命。真傻。你说你也不能一直赖在我怀里啊，亲爱的，是不？坐下，坐下。嗯，坐下。你快吃你的饭吧，说不定哪天啊你又碰到一见钟情的小姐姐，不要自己一个人吃饭。我可不，我要你给我做一辈子的饭。打住，有你。来，八爷，吃饭了。还是你好啊，能够一直陪我吃饭。吃饭。乖。贵仙人，吃饭啦！乖，你最爱吃的小青菜。现在也就你能陪我说说话了。吃饭呀，贵仙人。贵仙人。贵仙人，你怎么不动啊？贵仙人，你别吓我！贵仙人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不动啊？贵仙人，你顶住！贵仙人，医生。医生，你帮我看看。没得救了，
这老龟已经死了。龟先人，你不能死。你不能像老师一样离开我。你们不能都这么不负责任。老师啊，你不是说你把我的人生都安排好了吗？你就是个骗子，你就突然这么离开了，还留下那么大的公司。知不知道，你的那些人，他们根本就不认我。这就是你替我铺好的路吗？大骗子！你还说乌龟会活得久，可以一直陪着我的。可现在呢，他已经离开了。